后面这栋就是这栋大楼，这就是星光公主住的地方，这就是 Charlesworth House。 波兰网红斯坦前进英国伦敦实际勘察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英国的房产，发现就位于高级社区，这边的豪华的汽车也变得越来越多，就是随便走一走就可以看到什么 Tesla 或 Porsche Cayenne。 社区内名车众多，网红联络房仲实际进入同社区其他要出售的房子，装潢风格简约，拥有两房两卫浴，内装舒适，要价100多万英镑，但吴欣盈的房产是这间的两倍大，价格也是双倍起跳。是他的邻居都是一些全球最大企业的老板，从中国企业到俄罗斯暴发户都有。吴欣盈的政党台湾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他以前不就是说财团都是拿刀叉吃人肉吗？这间豪宅位于伦敦市中心南肯辛顿，到白金汉宫开车13分钟，距离戴安娜王妃生前官邸肯辛顿宫只要6分钟车程。一旁也有英国排行第三学校伦敦帝国学院，至于知名观光景点大英博物馆也只要20分钟就会到。吴欣盈的房子坐落精华地段，曝光同居豪宅也被网红呛瞎，这就是柯文哲的居住正义。他嫁给有钱人，这也不是他的错啊，对不对？哦，啊、他先生有那栋豪宅，选举期间这种动作一定是会有的。为搭档吴欣盈缓颊，不过过去柯文哲高喊打倒财团，如今副手拥有高价房产遭到质疑。随着网红曝光豪宅地点，也考验民众党和吴欣盈如何消除杂音。华视新闻陈嘉安、蔡志敏综合报道。嗨，大家好，我是尹彤。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